好，这一台就是山水，哦，温控的细口壶有没有？细口壶有没有？细口壶很适合拿来冲泡咖啡、泡茶、泡牛奶。那这台我觉得好用的地方，第一个造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大小适中，一公升，好，哦，一公升。再来是这个温控的功能，这个时候是目前是电源没有开启。如果我今天要设置温度，怎么设？按下去，长按一次加五度，有没有？这里可以这样开始设定你目标的温度，这是加，这是减。好的时候呢，是基本上红灯亮，它就开始在加温。然后这个呢是保温功能键，按下去呢，就根据你设定的温度去做恒温的控制。好，现在水温是75、76度，现在在加热了。